大家好，今天是7月7日，大市亦都係繼續受壓嘅。咁喺呢度大致受壓嘅期間入邊咧，我哋睇到上升嘅板塊就縮細曬啦，但係只得三分之一到嘅板塊係上升，其他咧都係下跌嘅。而呢個下跌嘅板塊之中咧，就包括咗就有地產啦，有銀行啦，有保險啦等等。咁啊，變咗呢度咧就比較上面就係嗰個跌得應該都比較真正傷嘅。好啦，咁我哋睇睇呢個期指，期指咧亦都喺今日嚟講咧，就有睇到現在21505